你今天不用去上班吗？我最近有点事，现在在休假。我去帮你做吧。你要不要来游泳啊？听到了吗？这就是麦当现在的声音。即使赔的不好，我也会勇敢的去面对这个声音。尤罗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找回了重新面对麦当的勇气，面对不完美的勇气。加油！教授，停车！爸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。老赵，停下车。